特别来咱台江观光区，由保险代理爱保密，咱高雄市民大家平安健康，国家国泰民安。啊，过去一天，大家过得真辛苦，大家真歹过，啊，大家人有真多不足，但是过去一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咱一定爱搁较打拼认真，祈求咱新的一天，台湾经济发展，台湾社会和谐，啊，嘛要期待咱在场所有信徒在线。大家合家平安，大家家庭和乐，阿门！一个市民朋友平安、健康、欢喜，而且甲大家祝福，啊，祝福大家人大赚钱、好赚钱，祝福大家人事业成功，祝福大家人身体健康、家路有风，多谢大家，新年恭喜，新年恭喜。感谢，感谢，再次感谢，感谢咱台视这样给咱新春祝福。健康欢喜，吃饱子，吃饱子。谢谢，谢谢啦。哦，谢谢。来，来，来，请来，请来，等一下，等一下。每一个，大概每一个庙宇不太一样，那圣堂大概有2000多，啊，有一些庙宇更多，有一些大概700-800的。看每一个庙宇。性质大众啊，他们来的分手，我这是我们高雄市政府常年的惯例啊，最主要红包的意思好给大家有一种过年的欣喜，过年的喜气，那要借着这个机会祝福大家过去一年大家很幸福啊，希望新的一年啊，还有我们经济发展为了能够新的一年，一定有新的愿望，啊，台湾社会能够看和牌。市长，你知道那个，就是说在之前啊，你在博尔有挂牌一个那个 RSH 那个动画公司，好，那个公司听说现在在美国就已经是申请破产保护。RSH 公司，它是全世界前三大电影特效公司。我这个公司在跟好莱坞各个制片等等电影公司的合作非常愉快啊，这个公司是一个长期以来信誉非常高，那我不了解你这个事，那他之所以会到台湾来投资啊，当时是因为我们吉安导演对台湾深厚的感情，希望全世界这么知名的电影特效公司能够让台湾未来在电影制片的部分能够更完整，所以有这个情况我来了解，但是我相信这个公司，因为去过他们的公司参观，他们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年轻专业，那如果他们在经营上有什么问题，有这个我来了解啊，应该我刚做几个上来的事情，因为他有一个说要帮忙我们这边要培训动画人才的一个计划，他会不会担心说因为这样会？不是，到底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信息。哦，那我所了解一切对台湾的投资，哦，那我想一切都很正常。哦，谢谢。
当做当几次，当做当做当做几次，好，把它给煮完，好，蛋浆，好，用点蛋浆，把那红包弄完，好，那个龙卷下点虾，我顺便给阿奶也烧一点，好，大家夹，大家夹，好，好，大家来，好，这个金盆转给你，好。
卖迄个，卖迄个啦，迄有诶拢白开就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来，我给啊。来你看嘛，哦，阮保鲜袋的，诶，立体的，阮这保鲜袋的，吼、哦，啊，保平安哈，啊，一眼护书，一眼护书，加十个，加多一份，诶，对对对，保平安嘿，啊，我是台南保安局的张当主，我阿婶是咱。这个农历初三，市长来这发红包，我这个大家祝荣耀、祝欢喜的迄个场面，外口祝热闹的人数够多，嘿，真丰泰啦，真迄落个啦。后圆啊，啊后红包，哦啊，拢有人有得嘿嘿嘿，今年拜拜嘿，啊来日来也是小小大，等俺大赚钱，哦嘿嘿嘿嘿嘿，以后大家。每年都来吃，红肠到老远，吼、哦，三十五，含阮三十五，这个温泉，吼、哦，这老客店也真多，吼、哦，足热闹的啦，哦，希望大家来吃，踊跃来甲阮参观，甲阮表白，吼、哦。我是迄个台江保安宫，阮这主神是保生大帝，吼、哦，我每年的三月十五就是阮的主神的生日，吼、哦，我是希望咱这个神神大帝，吼、哦，啊来来咱参香。咱保庇大家平安顺遂吼，哦，今年来大家拢一切平安如意吼，这是阮大家保安宫，阮啊，迄个阮正月十五，阮有到十三吼，十三到十五，阮有咧客居，啊，嘛当大家来这做伙来庆祝吼，哎，客居等于食平安，吼，这是阮三月阮所有地方的一个风俗吼，啊，希望大家当顺顺利利继续来咱庙参观参游，哦，感谢感谢吼，谢谢，保安区吼，啊，迄个。三明区吼，啊，着石川一路，石川一路五十二号吼，啊，啊，是啊，啊，迄个有遮善男信女吼，啊，有需要要倒来到遮是款参与一下，吼，过也是咱有需要来时，阮会开保庇吼，阮的大工作做有灵感的，啊，好好。正月初三啦吼，啊，市长来台江保安宫遮吼，啊来甲大家拜年发红包吼，啊有足侪里长来吼，我是三明区安泰里的里长，而且嘛甲大家吼啊讲一句祝福啦吼，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吼啊带来吼啊平安如意顺遂平诶个健康啦吼，啊感谢各位啊谢谢。今年哦，今年是对正月初三是咱民国八十两年吼。感谢市长来咱保安宫来奉养，啊，祈求咱遮个市民吼、哦、国泰民安啦吼，啊，风调雨顺，啊，新的一年大家更加较拍拼吼，因为经济无好，啊，咱来较拍拼吼，这是我的希望啦，啊，祝各位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切吉祥如意啊，谢谢。